总算解决掉他了，哼！可惜，让那两个家伙逃跑了。这里的出口只有一个，他们一定还在楼里。给我搜！哎，不好，整栋楼都搜过了，没发现人啊！二头有情况，带我过去。 他们应该是趁刚才混乱的时候从这里逃走了。逃得比兔子都快！追！等等，你想干什么？雷震宇已经死了，我们凭什么还听一个娘们的？<笑>雷震宇这家伙从一开始就独占你这个尤物啊！<笑> 以为雷震宇死了，就能轮到你们这些人渣为所欲为了吗？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！捡起武器，追！是。 你轻点，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居然做出这种事。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哎，我心里有数。你其实并没有详细的计划吧？我，要不是米兰出去帮你，我看你连靠近那个陆蝶都做不到。你想寻死吗？怎么这么凝重的气氛啊？我这不是活着回来了吗？ 不许再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！别激动啊，小敏，他只是……小明，还记得光远哥问你的那个问题吗？你为什么必须活下去？难道你的答案就这么脆弱吗？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在我看来，完全是漠视自己的生命。不是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寻死的想法。 只是，我确实是鲁莽了，当时脑子比较乱。
我只是觉得，那种情况下，我必须做点什么。那你就选择牺牲自己来保全我们吗？啊，我没有啊。值得感动，但相当愚蠢。这个世界绝对不需要英雄。政委，光远哥曾经说过，在这个世界里，只有拼尽全力，才能保证基本的生存。这种状态下。 所有人只要考虑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了。为了救一个人，牺牲另一个人，太奢侈了。你逞英雄的后果，往往却是让大家陷入更深的危机。行了，政委。大牛，我知道你对于这种说法并不认可。可是这次的情况不同，你不要打断我。英雄吗？我没想着要当英雄。 要明白，鲁莽的行为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，只会把大家带进危险之中。毕竟，我们也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你一个人往火坑里跳的。我会推你一把的。好了，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吧。小明，以后。 不许一个人逞英雄，废物就要有个废物的样子，听到了吗？离雷阵雨的据点也有一段距离，暂时安全。哎呀，这下总算能松口气了。趁现在，我们梳理一下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。米兰。 我和大牛苏醒之前发生的事情，都讲一下吧。好的，是这样的。你们在脱出游戏世界后，又遇到了惠顺仪的盔甲骑士吗？对，他的动作匪夷所思，和我们之前碰到的那些执行者都不一样。无法用常识理解吗？ 如果光远哥还在，他应该会乐呵呵地鼓舞我们吧。说到光远哥，他的去向还不清楚。不过，既然朋友圈聚会结束后，他也分到了卡牌，就证明他还没有死。这，也是我担心的另一个问题。你什么意思？别误会。众所周知，之前的那些执行者见到我们，都只会扑上来拼命。 可是按你们说，那个变色龙执行者仅仅是把他带走了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蛮奇怪。还有之前那个电脑头也是。对，当时的情况，他完全可以杀了我们，而实际的情况是，他放倒了我们所有人，却仅仅是为了绑架走光远哥。虽然不知道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，不过可以看出，在心魔之下，这些执行者们不光是能力有所提升。 也有了一定的智慧和组织。对了，米兰，那个旗袍女的手机在你手里吧？对，不过她手机里只有一张卡片，黑色的白虎臂。怎么会这样？哼，之前朋友圈聚会结束，返还的卡片我就觉得数量不对。这样看来，旗袍女所持的111张卡片，应该全部都在她身边那个叫二号的手里才对。哎。 那个女人比想象的要难对付得多啊！言归正传，在这个所谓的二段模式下，执行者得到了大幅的增强，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功能，比如说之前的朋友圈聚会。我仔细的检查过了，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一个新功能就是这个：集齐一个星位的4张不同颜色的卡牌，可以向系统兑换神秘道具。神秘道具？嗯。 这个我也看到了，不过我还没有达到交换的条件。我也没有集齐一个星位的4张卡牌。诶，怎么了？我这里集齐了4张玄武斗，能换一个神秘道具。现在要用掉吗？不着急，还有什么新的提示吗？比如关于道具的作用。没有了。先不要兑换。 用掉了，你就少了4张卡。每张卡片都有它潜在的价值。
不到关键的时候，还是不要用吧。嗯，也好。这该死的 APP， 你不说明白，什么神秘道具，切，八成也是唬人的玩意儿。整天都是夕阳西下，郁闷。到个太阳照不到的地方，就暗得吓人。嗯，这啥情况？啊！救！救命！救！救命！救！救！老天保佑，祥瑞玉棉。救救我！常常想，世界多么奇怪，我们要多余般存在，空洞的生活，空洞的无奈，重复着出生到说拜拜，你突然出现在我脑海。像宇宙转折接踵来，尝试不同玩笑安排，秘境从此打开，跟随陌生的未来，步步精彩。看太多是他最好的安排。啊！当心，孩子。米兰呢？刚刚米兰见到有个小孩从门前跑过去。小孩？坏了，米兰有危险。又是你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神的代言人。